我哋第一集生命拯救生命，第二集就是救人未必需要陪埋自己条命，两集夹埋先至系叫做完整的。几乎拍完成部戏，我觉得其实我呢部一个即系除咗一个好大型嘅动作片之外咧，同埋好少嚟讲拆弹，因为拆弹系零点几秒就决定咗所有人嘅一生。咁啊，见到好多唔同嘅工具啊，一啲或者佢嘅车啊，同埋制服都系对我嚟讲都系好新。无论我哋而家嘅制服，佢哋都会跟住年代咁不同咁改变。嗰个防爆衣咧，亦都系两代。咁即係話，因為四十幾個 kilo 辛苦嘅。拍咗咁耐係即係一個新嘅經驗嚟嘅，因為基本上冇一場戲咧係可以一個景度拍曬嘅。咁咧就要好似砌積木咁樣砌砌埋埋，即係技術嘅挑戰啦，創作嘅挑戰啦嚇。我觉得格局更大吧，牵扯的人物更为复杂一些，因为我演的反恐总督察嘛，会比第一部的那个女性角色要更具功能性一些。第一个 take 嘅时候我系冇谂过佢演，同埋咁快咯，系咯，真系一嘢就呼咁样，可以喺一班咁好戏嘅人身边一齐做戏啦，好开心嘅事嚟嘅。玩炸弹玩到咁激咧，就第一次啦。好似一車車炸彈咁推入嚟，同埋啲背容比我大隻喎，哇！個氣勢好緊要，嗰個場面好震撼。呢個電影喂咁多粒星喎，同埋嗰啲爆破場面，我接到劇本嘅時候都嚇一跳嚇，咁都得爆又爆得好多啦，同埋佢比第一集個內容係豐富好多嘅，咁同埋加插咗有啲槍戰嘅戲，係多咗好多動作嘅場面喺度。多咗咁多動作戲咧，而啲動作咧啊，即係好似～看落去好簡單咁，原來睇到做到，原來做落又真係勁咁辛苦。幾中意佢嗰啲鬧市追逐嗰啲嘅氣氛咯，跟住喺旺角橋上高追嗰場戲，我幾中意咯。受傷之後，成日身邊大家即係成日都讚我，成日都鼓勵我，好多人哎呀你好 fit 啦，你唔 fit 真係俾人笑。咁所以咧呢種感覺係好好嘅，即係有身邊嘅人鼓勵同鞭策。一定會達到自己的夢想。拆彈一咧就得一個拆彈，咁啊拆彈二有兩個。佢問我哋第三集有冇三個，我四個。